天我们一大早来早市，遇到我们当地的文化馆，是本地的，过来吃啊，买这么多东西，这应该是今年的最后一批了，还可以，无花果。我们的早市好热闹呀，啥都有卖的，干果到蔬菜水果，都是新疆本地的土葡萄，还有土桃子。这个你们见过吗？新疆的木瓜，这个冬枣贼甜，哇，水分超足。我也买了一点。这边还有卖河南胡辣汤的，太大锅的汤，太大了，这猕猴桃，拿小点的。一大早在早市里的快乐，买了好多水果，吃个无花果，嗯，还可以。80块我们是收到了，已经不往这边送过来卖了，但是本地的也不错，就是有点小。买了一些鸡蛋呀，黄色瓤的西瓜，还有什么枣、猕猴桃、鸭蛋，反正买好多东西啊。我感觉逛逛早市也是挺快乐的。东西还便宜，佳一，他会说维语。还有早餐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以后要早起来多逛逛早市，能收获到好多好东西。我要回家了，拜拜。